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仔。咱们昨天啊，咱们一队多了个新成员，就是那个糯米啊。然后他是三嫂暂住这几天，然后现在是归我一队管啊，长得特别漂亮。咱们等一下把他放出来，看看他那个兴奋度也特别高，然后长得也特别好看。然后来的时候，然后三嫂还给他洗了澡，浑身上下全是香味儿。咱们现在给他放出来，让他遛一遛。既然来到我一队，我绝对会对他好的。现在咱们让他出来跑跑，走吧。这就是糯米啊，长得特别秀气，这个脸蛋特别光溜。然后这下边是刚给他冲了笼子，糯米，出来，走。糯米。是不是长得特别秀气？我发现糯米跟那个黑豹一样，出来光顾着秀，啥也秀。糯米给你个旧玩儿，给。咱们糯米在这儿自己玩多无聊了。咱们去给他放个铁蛋儿，让他俩一对一对的熟悉熟悉。走吧，铁蛋儿，带你去见个美女啊！走吧。糯米这个耳朵特别奇怪，就是一到就是有人舔它的时候，耳朵就竖起来。这两个全是我一队的，现在了。什么糯米？铁蛋儿。一会儿糯米急了就反上铁蛋了，该好搞。糯米急了啊，糯米。铁蛋不敢见了吧，铁蛋。这家糯米在那撒泡尿，你在这闻，你闻啥了你？糯米，这两天嗓子有点不舒服，说不来话了都。铁蛋再一直见这个糯米就能把它打趴，给它直接打傻。糯米对了，糯米，那就找你捡。看这家伙，铁蛋在这咬人家腿了。糯米撒泼了，糯米。
然后糯米这打滚儿，这姿势跟他爹一样，四腿朝天。这家糯米，哎，铁蛋欺负了。铁蛋今天中午就得把铁蛋给那个洗啥洗啥给炖了，敢欺负糯米。铁蛋儿。铁蛋儿只是含住啊，它并没有咬。一会儿糯米生气，他就死了。糯米一个反杀，现在这两个全是我一队的狗啊。然后这个糯米，他那个他爹是那个糯鸡，他妈是那个珍珠，也是特别好的一条狗，长得特别随他爹。然后这个铁蛋儿是他爹是那个黑豹，他妈是那个虎妞，然后他们两个爹妈也算是邻居，也算是那个从小培养到大的，特别好啊！现在一对多了一条狗，然后咱们很开心。然后糯米也长得特别好看，糯米来的时候啊，然后浑身上下全是香的。这是三嫂在这儿借住几天，让他在这儿待几天，等过两天就是。三嫂就是把那个工厂完全建立好了，咱们这个糯米就走了。行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